Happy birthday to you! Wellness 七岁啦！为了配合今年的主题“健康有为七欢乐”，我们就特别拉大队到金河广场的底层大厅，和现场的朋友们一起庆祝 Wellness 的生日。而当天除了有一系列的游戏环节、礼物大派送之外 ，Wellness 的执行董事 Rachel 陈希晴及品牌总监 Win 李诗斌，更率领 Tigers 的品牌合伙人林德荣大哥，一众网红艺人如 Estelle 和小舅等等，为 Wellness 庆生唱生日歌，可说是星光熠熠，非常热闹啊！吃的产品就一定是最好的产品，希望呢通过呢我们的这个努力呢可以回馈到社会，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大家呢生日快乐，然后不只是有七岁生日，我们还要一起过十七岁、二十七岁，直到七十岁甚至更多的生日。谢谢Wellness，谢谢你，快乐，祝Wellness生日快乐，祝Wellness七夕高照，七喜临门，七星报喜，同样的要年年有。健康伟大。一路走过七个年头， Wellness 是用户为家人，一直不断研发最优质的产品，为维乐家人们尽心全力提供最专业的服务。所以活动当天， Tigers 的健康顾问团队也特地到现场站岗，为大家一一解答对产品的各种疑问。而周年庆这么隆重的日子，当然也要宣布一下好消息喽，那就是 Tiger Milk King 哺乳汁在亚洲销量突破了1200万包的佳绩，真的是可喜可贺啊！恭喜我们的 Wellness 一年可以开个门店的，创下了亚洲最高销量1200万包，给他一个掌声。它的里面的好的那个成分呢，那数值呢会更高，比一般上也是更高，所以它就是可以放心去饮用。一个月、两个月，哎，很大差别哦。对，肺活量特别特别的好。我们的产品可以帮助大家改善健康问题，真的很开心很感动，当然也要谢谢大家一路以来对我们的支持，希望马来西亚国宝哺乳汁可以继续名扬四海，甚至成为外国朋友必买的伴手礼。 Wellness 一定会秉持越做越好的精神，希望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好产品，帮更多人把关健康，成为健康守护者。 Thank you Wellness， 谢谢 Wellness，谢谢 Wellness， 绽放光芒，永不褪色。Thank you Wellness。